好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我带着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早餐有什么美食，来给我看一下吧。节目马上就要出锅了。肉条的，还要一个，还得吃，还得吃。这两个牛肉的是吧？看有什么没事。那两个牛肉店嘛，这里的美食非常的丰盛，而且那个品种很多。最著名的还是这个煎包，非常的有特色。它是外焦里嫩，而且呢皮薄馅儿多。啊，小米粥。尝一下它这个包子面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不错，这个皮儿特别的松软，馅儿非常的多，看到没有？全是精肉的，非常好吃。哎呀！喝上一碗小米粥，非常的养胃。这个馅儿呢，香而不腻，嚼着非常的好。而且这现场非常的爆团，看到没有？里边还有汤呢。对。两个包子，一碗汤，花了6.5元，吃的饱饱的，非常实惠。